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影窗内的大千世界》。我们是东华平影剧团，我是节目主持人张舒涵。演师们精湛的超偶技巧，赋予戏有生命，演绎出古今中外、精彩绝伦、风起云涌、诙谐逗趣的细数不完传奇故事。台湾平影戏有什么迷人之处呢？台湾平影戏的特色在哪里呢？我们带您一同窥探。用这讲团团围住，甲抓拆吃了，放抓来。修凯德，修凯德，来，无爱啊，无爱，来来来，归回原位来啊，无爱啊，帽子啊，回家回家，来来来来，哎，不行啦，太大了啦，看无上济啦，变较细点个，变较细点个，来啦来啦，来归回原位，我。嘛是修大殿，不要开玩笑啦！来去关山玩水啊！啊，然后拄着妖怪，先做甲修起来，安尼倒安尼来行来去，来去呀！哇，好精彩的演出啊！济公收芙蓉妖是我们东华平影剧团经典的家传大戏耶。相信观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非常的好奇，想知道平影戏到底是怎么活灵活现的操作。哦，这些动作上的技巧是怎么样去做出变化的呢？那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东华平影剧团第六代张富国张团长为我们出场示范解说。张团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就是东华平影剧团第六代张富国。哇，原来是这样子操作的啊！没想到用两根杆子就可以让一个戏偶，哇，这么多精彩的动作哎，哦，而且啊，团长，我有发现呢，这个戏偶哦，每一个关节哦，做得呢非常的精巧哎，不管哦，伊的动作哦，会当翻跟斗，哦，可以当小拍，哦，这武打戏真正做精彩啊！我相信呢，大家一定跟我一样，很想解密，对不对？很想开箱，对不对？很想知道我们团长呢是怎么样在内台里面操作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团长呢好带领我们观众朋友呢一同好进去我们内台来看看这个戏偶，哇，这个动作是怎么做出来的哦。团长，好，行来去。是我开啦，出山是我的啦。
那要将出过，那你要来哟，哟，比你多，别人带往北西了。我来介绍哦，这就是武艺的武点工，就是武艺啊，就是武打啊，哦，武打红啊出来，分古代名，伊的戏号名叫做武点工、武定江哦。啊，伊出来时哦，讲啦爱讲一寡台词啦哈，并讲讲诶五字也好，七字也好，拢会使，看迄个戏剧的经营如何啦。啊，这红啊哦。因为这是母亲的红啊，这是母亲的红啊吼。啊，母亲的红啊，伊就是武打要专用的，吼、哦，你来看，阮做这两只红啊弟尔，两只红啊弟，这个红啊弟就是咧控制伊的，这个叫做操作感，吼、哦，咧操作的。啊，另外用这个锤啊，吼，这个支撑感，支撑感就是讲咧支撑这些红啊，吼、哦，啊，这个操作。啊，这红啊哦，做甲变讲，哎，要坐落就坐，坐落就坐，啊，咧起，吼，啊，拍个就是拍个，吼，啊，咧徛起，啊，另外，因为这咱台湾的皮红啊，也当翻跟头，吼，这是倒变，啊，咧正变，变讲妖怪咧舞台时阵吼，啊，这翻跟头较精彩，啊，是讲《西游记》。西游记孙悟空也拍麒麟，吼、哦，这足精彩，迄观众会足爱看这啦。日夜空来月夜空，每日落落又何用？日夜天来美夜清，来来往往有何用啊？有何用了？变精了，借光便是啦。今仔来到这所在，哦，头前就是芙蓉城到了。这就是文艺的部分，文艺出来吼、哦，我锣鼓点，这个叫做西帽头，哦，叫做西帽头，西帽头了后，就是伊出来步数，然后，哦，啊，就是因为伊是济公就爱讲这个木鱼啊，有木鱼身，哦，啊，这种红啊呢，你来看，也当转身，啊、哦，也当转身。啊！伊这文的造型，文的造型啊，所谓文艺哦，文身呢哦，譬如讲有诶道士啊，啊是迄老翁啊，啊是道人哦，伊着穿这文身呢。啊，譬如讲伊啊武打还武打红啊，啊伊这小强伊啊嘛是会坐咧啊，哦啊嘛起立哦，啊会拍过哦，搁爬起来，啊转身。就像哦，啊，这转身哦，前古早就有啊，古早有这培养的时候，就当转身啊啦。然后这是妖怪啦吼，啊，这讲要武打吼，呀啊呀呵。妖怪卖走对哩，这样这舞台吼，就像两，比如讲两千人啊啦，要舞台款，就像吼，伊也比如讲，伊要甲拍落，啊这边这就讲，只来扣开，拍落扣开，哦，打斗的操作就是安尼。啊，你来看哦，这妖怪要拍落时，因为这讲较厉害啊。
即讲用即开钱，甲背一个妖怪哦，要背一个背到九霄云外天去。这是观众啦，爱看这种的场面啦。皮影戏的演出呢，不只有精彩的啊前场的操作，后场的乐师哦也是一大主角哦。好，那至于后场传统的皮影戏到底有什么音乐呢？还有什么样的节奏呢？我们再来请团长为我们一同解密。团长，我觉得咱台湾传统的皮影戏哦，凭讲阮主演就是头前在搬戏红啊，啊后边面呢，佫有这个乐师啊。所谓乐师吼，就是讲一个拍鼓，啊一个拍锣，啊佮兼一个下弦啊。啊，那舞戏来讲哦，一般就是叫做舞点工吼。一般吼，阮这个皮戏吼，这个演戏的时阵，以那阮东华来讲啊，最擅长就是武打的啊。啊，因为观众较爱看武打的戏出，啊，所以阮武打的吼，这节奏吼，一般就是讲用这舞点工，哦，啊舞点工，包括就是拍拳呐，啊是对打，哦，这叫做舞点工。啊，那文戏来讲吼，文戏就是讲所谓文戏，就是因为文的嘛，就是爱慢慢来，慢慢来，伊的节奏吼啊较慢。你茫看这较慢哦，因为较早老一辈吼，最爱看这文戏。啊，这文戏大部分拢做这西木头，啊伊用弦呐。用弦的时阵较济，啊，那迄个弹，哦，弹就是，弹脚啦吼，女生啦吼，伊出来时阵一般拢有下弦啦，啊，下弦啦，伊也行出来时无唱曲哦，啊，迄个曲名叫做《落魄》，啊，啊，也要唱曲时，啊，一般阮村的人吼，嘛是爱激声，激这女生的声音，啊，因为老一辈人较爱看。欣赏了东华的经典大戏《济公收芙蓉妖》，而且呢，我们还解密了超偶师们精彩的武打动作，还有一些超偶的技巧。后场锣鼓乐师，哇，这些节奏呢，非常的道地。好，那下一集的内容还有什么精彩的在等着我们呢？我们下次再见。